来，哇，嗯，这好害羞啊，哈哈哈哈哈。来了，你看，要看我，你看那边也，你看那边，你看他们，我们要数一二三吗？数什么？一二三，就这样。好，刚下课了哦。我们要打疫苗。我们要去打预防针，流感预防针。昨天是妹妹，对不对？嗯。不会呀，你很勇敢，不哭。来，这蜜蜂叮一下，叮一下就好了吗？会痛痛。会痛痛哦。主要是天恩的。对啊，今天换我们哦。这里。我们就出发吧。卫生。不知道今天哥哥会不会哭哭哦。嗯。走吧，走吧。反正我觉得我应该已经做好不能哭的准备了。你已经忍住了，就是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进去挂号吧。等一下医生就会叫你哦。对。叫你就是要进去咯。哦。嗯。哦，等一下医生会叫你。哦，进去，然后衣服脱脱，然后就他就直接打针了。好。嗯。哦，要你要你有准备好哪一只手了吗？这只左手。要我要写字。哦，你要写字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吧。我记得自己之前好像也是姐姐帮我处理哦，我印象中有，那时候妹妹还哭得很惨，有没有印象？我有印象哎，妹妹哭得很惨。不会，我你抱我就好，来。来，哇，嗯，这样好害羞啊。来了，来了，你看要看我。你看那边，你看他们。我们要数一二三吗？数什么？一二三。哦，很快，没了，对啊，没了。你上一次是你哭，妹妹没有哭，没有这么快，真的，上一次就这样而已。对，你跟要跟姐姐说谢谢。爷爷，谢谢，超好笑的，对不对？耶，你这次没有哭哎，厉害哦。耶、yeah, ，打完这一次没有哭哦，很棒哦，对不对？很快就没了。对，昨天果妹就哭得要死，好惨哦，我都要安慰她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要回家啦。嗯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